子是怎么吃的呢？北京什么鸭？用火烤鸭。对对对，漂亮，北京烤鸭。好的。哎哎，小心点。好，继续吧。你敲着蛋。那个，哎，上次录节目，咱们家隔壁有什么东西把我吵得失眠了？吵得失眠？就把我吵醒失眠了。那个声儿是怎么样？是什么声？上次五号房子，猪，猪什么？猪什么？然后有一个有《西游记》里面的一个人物，《西游记》里面一个人物扛着个耙子，那个哦，山河子，扛着个耙子，猪什么？猪什么？三个字，猪什么？啊，猪什么？猪八戒。回答正确！哇，最后一秒钟答对第五题，我们恭喜甜甜可以去挑选你的礼物。哎，到你了，你想好了吗？你要什么？想好了吗？有什么吃啊 ？Kimi， 驴火啊！你跟 Kimi， 你跟黑米哥哥来加油啦！好不好？你们两个要不要加加油？好不好？来，给爸爸加加油，给爸爸加加油。我先蹲着，我先蹲着，开始了，我先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你要猜爸爸，你们要加油，还有林叔叔，猜我们就可以选礼物。对对，选后面是什么东西？我先猜。好，你们两个要一起猜起来。这个我先帮你收好，免得打到 Kimi 的，好吧？好，你的盾牌我也帮你拿好啊，待会儿还给你们啊。好，预备。猜对了可以选礼物的啊。开始。开始。第一题。啊，刚才这是什么？看爸爸，看爸爸，给你看看看爸爸表演什么？刚刚爸爸表演什么？狗狗。林叔叔表演的，爸比叔叔表演的，鸽子 是一种动物，是一种什么？叫的，是一种叫的，脖子很长的，脖子很长的，就是那个骆驼，不是，对，有个驼子，有个驼子，第二个字是。驼子对了，对，驼什么？驼子第二个字，安妮拉看爸爸。驼什么 ？Kimi， 驼子第二个字。你要专心吗？第二个字是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 ？Kimi， 这什么动物？这是什么？飞的，飞的是什么？对，鸵鸟。回到正确。鸵鸟。好，下一题。超级。安妮拉。超级。三个字。爸爸每天早上喂你什么？爸爸早上每天喂你什么？喝醉。原来你喜欢喝醉，早上就喝醉，王大爷。爸爸每天。第一个字对了，对，第一个字对了，对，喝什么？喝的是什么？早上喂的你什么？对，喝什么奶？你说什么？喝奶。喝什么？喝的什么？你每天早上？每天早上喝的什么？对了，喝奶。大概说喝什么奶？什么奶？牛奶。牛奶对了。好。哇。汽车什么地方会拍会发出砰？对，这个不要问 Kimi 了。炸弹。什么地方会发出声音？爸爸那个车。爸爸那个车。OK，Kimi 加油 ，Kimi 加油，快回来！时间有限，先别庆祝，先别庆祝，还有题目，还有两个字，两个字，这题是来看爸爸，看爸爸，看爸爸，哎，安妮拉 ，Kimi， 这题是 Angela 擅长的，妈妈哦，老爱吃的，然后那个面包里面中间加一个你最爱吃的那个东西，香肠，香肠的那个叫什么东西？长长的，对，面包还有中间叫什么？用面包夹着香肠的那个好吃的叫什么？面包加香肠那个叫什么？便利商店有在卖的，长西红柿，长长一条的。哦，里面是有西红柿，我知道。有西红柿整个叫什么？整个东西叫什么呢？不是面，哈。叫我告诉你。对，哈什么？哈对了，哈对了。英文是哈什么？为什么？热糕。热糕。对了。好。我要庆祝。好。安妮拉，安妮拉，安妮拉，林叔叔，林叔叔叫什么？叫了 ，Kimi。爸比叫什么名字？爸比。叫什么名字？快点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。安妮拉，你都说你叫什么？叔叔叫什么名字 ？Kimi。那我叫什么名字 ？Kimi。两个都叫。不是英文名字，不是英文名字。中文名字。中文名字叫什么？传历史的名字。你说吧。快点，你知道的。叔叔叫什么？林叔叔。林叔叔，第一个字对了，第一个字对，后面两个出现两个什么？林什么？林什么？林什么？爸比叫林什么？快点，最后了。林志，爸比林志，你大声一点。爸比林志玲。时间到，安静，到了，刚刚好答对五题。哦，你答对了 ，Kimi。挑礼物了，挑礼物。去挑礼物吧 ，Kimi， 挑个礼物吧。现在王诗龄和 Kimi 去挑选礼物。好，我来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平民，你呢？我先说一句话。你要哪一个？你能说给我球吗？哪个球？你要哪个球？